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欢迎收听 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光田，我是传播艺术系的品源。哎，光田，听说你们家非常喜欢有关大自然的户外活动，哎，那你们最近有去哪里玩吗？有啊，最近我们会去国家公园或是去户外露营等等。那你们在国家公园里面有没有看到什么奇特的动物呀？有啊，我们在国家公园里面欣赏到非常多稀有的鸟类呢。说到鸟类，台南北门溪湖是黑腹燕鸥的度冬栖息地哦。每年11月就有千上万只的黑腹燕鸥飞到这里过冬，这个壮观场面我相信你们家绝对不能错过的啦。而且这也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来捕捉鸟群的各种姿态，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橘色天空的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点，上万只黑燕腹鸥在天空盘旋飞舞，场面十分的壮观哦。而且这个远道而来的鹪鹩成群飞舞，搭配近在脚沿天的日落美景，吸引不少民众带着相机捕捉黑腹燕鸥的各种姿态。那么漂亮的风景，我绝对不能错过。那么我们就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报道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第一个单字，生态 ，ecological。生态 ，ecological。We may destroy the ecological balance in this area。我们有可能破坏这个地区的生态平衡。We may destroy the ecological balance in this area。我们有可能破坏这个地区的生态平衡。第二个单字，夕阳 ，sunset。夕阳 ，sunset。The sunset in the evening is beautiful。傍晚的夕阳很美。The sunset in the evening is beautiful。傍晚的夕阳很美。最后一个单字，栖息地 ，habitat。栖息地。Habitat. Everyone should protect the natural habitat. 每个人都应该保护自然栖息地。Everyone should protect the natural habitat. 每个人都应该保护自然栖息地。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那也别忘了，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